双方球员赶紧回更衣室商讨接下来的比赛，谢谢。Hey guys, remember on the 3-on-3, the three guys that's playing 3-on-3, when you guys switch, if you switch on a big, right? If they got a big, and you switch and it's a big, make sure you just dig and help, right? Whoever the guy that's on the outside, dig and help and make them pass the basketball out. We can test, we got to box out and attack the mismatches. 大家也知道这个规则，跟马布里战队然后去争夺这个三 v 三的第一名。那么第一名是可以有资格有权利在五 v 五的比赛里面少赛一轮啊，所以希望就是我们的这个三名这个三 v 三的这个队员也能够全力以赴在这个比赛当中去争取到胜利。其实你还是就是这个轴，你拿着球就是策应，然后又策应，然后就是你们两个外线做一个掩护，然后最终的话还是以就是都没有机会，就是挡拆结束。说到转换这一点的话，抢到篮板内线，如果你抢到篮板不要运球，就是传出去给你们两个，然后就是在罚球线以上的区域最好是这样，然后传出去以后，然后就直接上去挡拆，给有球的或者给无球的去掩护都可以。加油加油，来我们来中间来加油一下。 1, 2, 3 OK 3, 2, 1野兽不会败，打到你流泪。灌篮新技体验升级，右下角出现灌篮按钮时连续点击，等到能量满格即可感受与球员一样的灌篮乐趣，快来体验吧。我们马上要看到的是我们三 v 三赛道的第二场比赛，双方经理人请带着各自的球员来到球场。上一场比赛当中，经理人欧豪这边的三 v 三的阵容我们已经看到了，接下来我们请经理人侯明浩介绍一下你所派出的三 v 三的阵容。好，由我来介绍一下我的球员们，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丁超，面框大魔王李瑞，弹跳机器孟静琪，就是看上面水平咱就已经赢了。这个队还行啊，有一个内线，然后这个李瑞身体好，他爆发好。李瑞是之前的路人王大魔王，我相信他三对三里面有很好的表现。他就是特别适合这种一打一、三打三这种的比赛。但是其实我还挺想问一下侯明浩和马布里教练的，因为我知道你们队伍当中其实有几位是打三非常厉害的，比如说像白金、米兰没有派到打三的阵容里，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部署？ I think those guys are suited for both 3-on-3 and 5-on-5. The reason why I picked the three young players to play 3-on-3 was because those guys are way more energetic and it gave them an opportunity to playAnd I thought that Milan and Beijing mission was way more important for them to play 5-on-5. 其实我有稍微有点小不理解了，然后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尊重一下他的意见。我是一直在担心我们这个球队的体能问题，因为确实三 v 三的这个比赛，一个是体能消耗大，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半个小时之内进行第二场比赛。确实我觉得这三个队员全力以赴就可以了啊，至于结果我没有太去关注。来，双方球队和经理人握手致意，我们比赛马上开始。 OK 魔方，这场比赛对阵双方 OK 魔方队对野兽护卫队，比赛开始，场上身穿蓝色灌篮球衣的就是野兽护卫队，紫色球衣的还是 OK 魔方队。李瑞有面框大魔王的称呼，在三分线外的尝试没有命中，到底是打过一场的球队在体力上会有影响，还是对于刚刚上场的球队体力上的优势更加明显呢？罚两个，造犯规可以，好球，谢谢。两个，曾子杰身高195公分，现今只有19岁。第一罚命中，1-0。Rapper， 五次，追打人 ，Superstar，
Box out. Superstar 挡人。两罚中一，李瑞这下球没保护好，本来倒数的篮板被向志超从手上深深夺下。向志超利用掩护之后找邓明亮，但是转移到右侧曾子杰，这一下投篮偏出。孟静琪这球在底线投的不太靠谱，向志超在对面的底线教一教怎么底线三分命中。4-0开局，给到右侧孟静琪，再回到李瑞的手上。李瑞示意队友过来做一个位置的交叉，来到右侧看看一对一，李瑞变向接中距离，球出界。裁判示意是紫队的球，走一走一，现在4-0对于走一，轮空一场的球队。野兽护卫队来说，他们在现在还没有打开得分的账户。这边邓明亮，好球，好球，好球！再给他，再给他，快点，快点，快点！孟静琪拿到篮板，给到外线，丁超巨，三分线外，别投啊！我要来，我要来！向志超。神射手展示神射威力，9-0，自杀，93哥哥，进去挡人，进去挡人，别慌。蓝队急需一个得分来缓解局面，邓明亮提前推人犯规，好球，好球，好球 ，Go！打的，野兽护卫队加油。比赛继续，李瑞给到孟静琪，看看小打大，孟静琪中路突进来，孟静琪小打大突破得分，左手上篮命中，漂亮，总算为野兽护卫队拿到两分。张志超往里掉，这是大打小的机会，哦，来呀，哎，来回。犯规，没事吧？没事吧？这一下孟静琪防得非常的狠，没事吧？紫队发球，发到肘部，邓明亮这边想给一基地，两人没形成默契。蓝队要看野兽护卫队，丁超拿球在底线没法攻，给到李瑞放投，李瑞，你放我投，我就把球送入篮筐。蓝队连追五分，士气大增，现在追到差4分，这下篮下防下还是李瑞，再突底线，漂亮，李瑞突破单打向志超，篮下小跳步拿到两分，李瑞连上5分，9-7，现在领先的距离只有2分了。邓明亮，哎哇！邓明亮用自己124公斤的体重在篮下得到优势。明亮，小丑回来！进去挡人，进去挡人，摆一个四。篮板挡人，挡人。这个罚球。走人，快！内线的推土机邓明亮拿下这个加罚之后，比分来到12-7 ，12-7。孟静琪非常敢打，小打大抛投未中，篮下球转移到外线，向志超，向志超去给到曾子杰，看看初生牛犊不怕虎，曾子杰冲击篮筐，邓明亮再拿篮板，犯规了，球球，好篮板。球，哎，打到他脚上了。蓝队犯规，紫队球。蓝队犯规，紫队的球权，这次不是一个投篮犯规。防守。领先方12-7，领先5分。哇，神射手向志超，
第一下没有机会，再做手递手，看看再突李瑞，陈志超位置很深，转过来被李瑞有干扰，李瑞防架接球，为球队拿到进攻机会，两人在左侧的一对一，现在防架一个，看看李瑞飞转身，停顿出手，自己再拿篮板再起一次，第三次李瑞。警告一次，警告一次，再出现技术犯规，中篮以后不要再拿球啊！加油！哎哎，分手分手！篮板球啊，篮板球啊！12-9，野兽护卫队再追上两分，现在三分的差距。李瑞，为球队再追两分。曾子杰给到多明亮，还是一样的发球起始的方式。这边穆宁奇，哎呀！现在进入全队的惩罚状态，所以这一次犯规也让对方站上罚球线。好，加油，加油，好球，球！犯规，罚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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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次罚球。第一罚命中，好球，13-9，罚球。哎哎，挡人，挡人，挡人，不用着急，敲巨神射手，两罚中一，这一下。看看球权在蓝队这边 ，defense 防守 ，go，let's go。李瑞右侧再抓到一个小打大的机会，李瑞往里推进，带出来杜敏亮防守的站位也非常不错，李瑞再往里抹，左手呜，走，箱子超，超巨盖帽。箱子超封盖之后还拿到球权，给到多明亮冲击篮筐，这球没有掉入篮网，箱子超再拿球，还是紫队的进攻，曾子杰在找多明亮，三秒，别着急，13-9，比赛继续，李瑞现在这家对方还是放投，李瑞在正面没有拿到这个三分。出界，丁超在拿球的时候踩线。好的，子杰。对于落后的一方来说，要继续的保持防守的强度，才能拿到进攻的机会去追赶比分。董明亮漂亮的传球，这一下自己队友还是能拿到，但在进攻的时候被盖掉。曾子杰没有完成这一次进攻，丁超去，丁超去，这是高中生之间的对决。丁超左手，李瑞再次冲击，造成杀伤。Bravo！Good job！ 两次，李瑞拿到全队9分当中的7分，第一罚罚中。李瑞有着“面光大魔王”的外号，两罚全中，13-11，两队在一个运动战进球的差距，还是坚持打到内线。犯规，犯规，先犯规。罚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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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罚篮。老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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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罚罚中。对于蓝队的三位来说，确实防多明亮非常吃力。这次赶紧抓住机会，把球给带出来，再给李瑞4分差距。李瑞冲击篮筐，左手没有命中，篮板。李瑞1-2，再来一次。非常可惜，作为领先的一方，现在在控制的时间。Go！ 哎，防上去，防上去。再利用掩护，看看，这次没有命中。14秒为例。进攻时间的，这位打手啊，还有27秒。防守，防守，防守，27秒，防守。让丁超给你掩护，让丁超给你掩护。哎，这边。两边的队员都站了起来，丁超，给到李瑞10秒，李瑞3分，这次，呜，冲击篮板，孟宁奇高高跃起拿到篮板球，非常关键，李瑞再获一次，
14，一分差距，犯规。还有8.6秒，两队一分差距。篮板。领先的一方祥子超将进行罚球。第一罚没有命中。没关系，这球罚球未中，也把比赛保留了更多的可能。老板，第二罚罚中，球权这边李瑞拿到，看看5秒4，犯规，裁判示意先犯规。好球，好球，好球，可以，可以，好球。Time out。裁判老师注意，老师这边经理人请求暂停。6 seconds， 还有4.2秒，还有4.2秒。犯规之后，他上完篮那个表才停了。按理说应该犯规的时候那个表就应该停了。我们看一下，上完篮才停的表。OK， 上点核对一下。就刚才那个停表时间，裁判吹哨以后再停表时间，看看时间。看一下。啊，核对一下，核对一下。Take it out， 快速拿球。Try to get it out to the corner。看着脚上，现在脚上的机会。突破，拿到球突破，假掩护。And then you just gonna go to the middle， 直接往篮下切。You gonna come out， 然后切的时候你往上走，切的时候你往上走。我知道他往下切的时候我就往上走。对，是这样的。打进的转换啊，一定要找人。别给三分啊！不要犯规，不要三分犯规啊！不要三分可以提前犯规。加油 ！Come on， 这是加油 ！Together on three，one two three，together。这个时间没问题，保持这时间。You gonna shoot a three-point shot, or you gonna drive right? If you drive right, you got superstar right in the corner for three. You got superstar right in the corner for three-point shot. 最后确定时间，4.2秒。李瑞，只有四秒了，只有四秒。从开场的0-9的落后，防守。对于野兽护卫队的球员来说。他们还在不断努力，来，重新把你们声音拿出来。4.2秒时间，蓝队现在球权落后2分。李瑞攻筐，背转身，背转身。现在球权落后2分，李瑞攻筐，背转身。李瑞攻筐，背转身，出手没有打中，比赛结束。恭喜 OK 魔方队16-14战胜野兽护卫队，拿下比赛。很感动，我们这三个队员可以在半个小时之内打2场这个3v3，然后最后还能够就是赢下这个比赛。神射手展示神射威力，祥子超超巨盖帽。没关系。再次感谢两队带来精彩3对3比赛。老马让我在弧顶拿球，另外两个队友落入0度角，由我来突破，给队友创造一下机会。当时我自己确实也有一点冲动吧，没有选择更好的一个方式来终结这次的进攻，确实挺不好意思，对不起大家的。没事，